你无听我的尊嘟啥？阿婆，你到底的家是算啥啦？你莫这样无路用好无啦，超哥，超哥，我讲的话你有听到无啦？超哥，算我救你好吗？我甲你拜托，你紧起来啦，好无啦，超哥。 我想，这应该超过不了你的手机。这是丢了你的手机。 今晚所谈的钱，已经够咱开外国后半世人了。你老爸也要去争遐无必要的名利。我应该答应你，我应该答应你。太奇，你起来，妈妈。 是啊，是那个人，是因两个人，超可怕死！你给我看人家冲啥？你不是天瑞的大姐头啊？你是因两个人，替超哥报仇啊？ 你唔惊天公伯阿无要紧，咱的性子，即几年你伫利用性子被王林的身份，你欺负的亲人，你俩做性子在天之灵，会同意你安尼做，莫俩做是无报应，时机还袂到，时机若到，人性子就会放你煞。可别是性子，是性子来。 走，你先起来听话。先起，你是安那要到超过超的？ 超哥死啊！我看即摆已经咧阎罗王遐排队登记啊啦，是你做的？哼，除了我，尚有迄个材料，送伊去坐迄台通18层地下的电梯啊。
你敢知你搞叫我代麻烦啊？我敢那知啊？我替你不共戴天完成。我相信恁爸即摆一定足欢喜的，咧救全市啊，拄着伊个死对头。认真讲起来，本来只是想要甲小家饲一下，无要伫个性命。谁知影弄到一半，伊用形象就举起来。这哦，就是天意嘛。天师普天官早就点名做记号啊。阎王爱伊三家死，怎敢留伊过五更？即摆全部人拢在你对我，你搞无正大条代志。几个天女拢针对我来，你知无？当然。小麦迄个死查某鬼啊，拍一个脚就飞出去啊！你是咧惊啥？即摆要甲死去如意讲甲超过天女硬起来，袂输咧斗阵泥缸同款啊！我替你制造一个较好统一江湖的机会，应该算是大功一件啦。啊，搁有迄个何佩奇啊，靠山已经放弃啊，以后可能甲你讲话搁拢会皮皮喘，讲甲喙齿拢拍夹啦。听起来，我顶多感激你啊。我即摆会当坐落来甲你讲代志啊。请坐。想不到你卡手这么慢，这么紧都动作。我只是想要紧做一挂成绩出来，互大家欣赏我。免讲我这么好听啦，我看是你家己惊叫人吵起来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就算到安尼，也跟我表现对你的始终无冲突啦。我再讲啦。啊！该死的人唔紧死死的，看了嘛足碍药啊！等下，你讲对无？你这么粗残，早晚甲超哥同款，都得夹。我唔敢想这远的代志啦，就准讲要落地夹，我嘛先送甲等下做对的人去坐电梯，看，行楼梯倒当啊，害落去就好啊。你对我这么失望，搁替我立大功，爱我安怎想伊啊？一切的照当的意思啊，他也差不多是我意思。把杯天水交给你喝，你看安怎？多谢大爷，我一定会尽全力，把天水这个饼做大滴。卖认真过头呢，常常给我 surprise， 我嘛是挡袂住。现在你要离开我，敢讲，我就注定要孤单一生啊！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啊！你想要杀我？你较冷静个，我要替超哥报仇，我要替超哥报仇！嫂，你是卖戆戆啊！超哥是跟我无共款，你嘛找唔着人啊！但是你，是你下了两个人串通，把超哥害死，我要找你两个人赔命！那是我害死，我哪着爱来甲你自来？我再讲，我若要对你下手，敢无机会？我就是惊你误会，才紧走来找你解释。你误会我无要紧，若是让凶手逍遥法外，徛关山看咱相打，安尼超哥毋是死甲这冤枉的？莫甲我当作无出社会咧骗，我一定甲你害死。可报仇！嫂，我甲超哥是结拜兄弟。你甲艾伦合作都是有嫌疑。你嘛甲艾伦合作啊？那你讲你嘛有嫌疑？咱拢想要做头天，啊！不过我袂去害死家己兄弟。毕竟超哥毋是挡人财路的人。我知影，你即马就相信的。
我嘛同款。曹哥是看会起我，才来跟我结拜。我对伊是感情，不是仇恨啊！是你，杨露夏，一定是 Allen。你这么想逃走，你去投靠 Allen 时阵，你无可能不知伊的计划。你就是讲 Allen 相信我，拢未提防我。走，我今仔来，就是要找你参详。那真正是 Allen 害死曹哥，咱会用来外应，联手把 Allen 扶起来替曹哥报仇。你这种人，我未阁相信你。出去。为了我要讲的话，已经讲煞。你相信也好，唔相信也好，我拢会继续追查，是毋是 Allen 害死曹哥的？是啊，请你节哀。我相信曹哥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悲伤。哥，即个白白来冤枉死，咱袂用个急点点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。这件代志，警方搁在查，所以咱袂当家己心乱，乌白人啊出去，安尼也会让天雷变成警方另外一个目标，等到无法度替超哥报仇。阿唔，麦姐。好啊，这件代志，我会甲刘光大报告，看是要怎处理。你拢先落去，我家己想一个。麦姐，你先坐。我这个麦姐根本就无能力处理这个家伙冤案，一条人命呢，要安怎讨会回来？小麦，我听讲超哥伊，那你点敢知啊？阿袂晓讲的。超哥是好兄弟啊，伊有权利你第一时间知影。啊，不过你讲大个关伫个内底，你已经都失职啊。卡叔公，若会知影超哥的代志，伊毋知卡袂掉，卡袂掉。伊只兄弟啦，生离死别的代志，是看真济啊。我知影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足见笑。过年对公大个结拜好兄弟，我都无法度保护，是要来占伊的位啦。这个代志跟你无关系。哪会无关系？即摆天就是我伫花的呢。我来负起责任，爱查清楚啊！你意思是讲你要搁拿这张嘴啊？敢不你要卖管，放超哥袂表冤枉死。啊，我这件代志你应该交警方来处理啊！我唔相信警方会查这种江湖恩怨啊！我嘛唔相信你有能力来处理这种江湖恩怨。你小麦，我早甲你讲过，你早晚愈抓愈深，这件我嘛咧处理煞，你后边阁有几十件咧等。你若是阁唔放手，你永远都无法度退出江湖这条路。我这样来放手，若是对到公大，不仁不义，知影无？等我一天，连你嘛变作互对赛的目标的时阵，事情都不是退出天雷就能解决。你这是讲什么对赛啦？有人要对付小麦是吧？无得冤家。你有时间甲见识冤家啦，啊，都无时间甲我讨论新厝迄装潢的代志。老麦，拜托一下好无？我这样心情就乱的啦，装潢的代志较唔好讲啦。请问麦雅堂小姐有伫个无？伊个包裹，请你进去。啊，我请问。谢谢。麦雅堂小姐说：“练小包。”哎，大姐，大姐。先坐。
这个包裹，顶面这个季节地址怪怪的，我看嘛，看我这条路啊。我看哪有什么拆这包裹好了。是安怎啦？你捡回来投顾公司爆炸案的新闻，惊到着。社会无法安怎呐？未歹会拄好个啦。对啊，万一那是真条物件，是要安怎？来啦，我来听去。等一下，我来帮你听。 真是搞才艺的呢，你！啊！阿金，阿金！进来，进来，别进来！ 我靠！这像样的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想不到讲你也来看我。 发生什么大事情？阿超人无教你啦？超哥永远都无法度来看你，一世啊，结拜兄弟，互人拍死，结果竟然无一个人出面来替伊报仇。 算了，都靠我一个人替伊来伤心难过死。到底叫谁拍死？还袂找到凶手，我唔敢妄望警方找到人。啊，那天雷那边，我会发动两百二十个兄弟，全心全力，把这凶手找出来。 那呢？嘛爱看天雷即马做主的人是毋是有迄个心嘛？你讲对，你该当爱澄清啊！上麦，伊根本是一个毋捌伫个社会甲人玩烂过的查某囡仔，伊连家己的婚事拢撬袂好势，伊哪有才调去看天雷？ 家里草去，会予人拍死伫咧路边，表示各路的兄弟根本都无甲天雷放在眼内。阿超的代志，我会派人去查。你到这个地，你还阁硬望小麦带兄弟去查？你到底是要甲杨九找出来，予阿超一个交代，还是心怀你要甲小麦救落来？ 我对伊无信心啊，土哥是我唯一会当活过的人，伊即马予人拍死，我还无计较一切代价，替伊报仇，就算全世界干那剩我一个人去土公岛，我也唔惊。 有淡薄仔时间给我，我找小麦来问一下清楚，看到底是要怎处理。时间，我会对你一个交代。 不要紧啊，小麦，你嘛看到啊，这就是刚好温暖，根本就防不胜防。编辑，我问过医生啊，伊讲你的手会留疤。不要紧啊，我是查甫人，手加几个疤，无算啥啦。
你无代志就好。小曼，你坐车来啦，咱有得去受伤，你就好甲安慰一下嘛。哦，嘿，明明这两个人哦，互相拢还阁有足深的感情，即嘛煞拢强调的啦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哦，甲因两个人可以有做伙。 小麦，你是笑啥？无啊无啊，我是讲啊，咧健身手哦，安尼受伤虽然是无啥物影响，啊，不过生活上嘛是都无方便的吼。应该还好啦。这什么还好？哎，食饭是要怎食？你话是要怎流？啊，啊，搁有咧，洗面啦，洗身躯是要怎办啊？小麦啊。 这拢是你的责任啊！人是为了保护你才着想的，我看哦，建志的手还未完全互咱进前啊，你也会照顾伊的生活啦。唔免啦，这什么免？我看安尼啦，你一天二十四小时啊，陪着建志的身躯边，看伊要做啥，你就替伊做啥，吼、哦，就安尼决定啊。我，而且，你只有安尼做。 你心内才袂感觉讲对建志有亏欠，而且，两个人毋是捌住做伙咧，你是咧歹势啥啦？嗯？嗯？阿明哥哥，你好，小麦陈总，您来啊！阿你有啥物要紧吗？我刚才，油包炸弹威力不大，我刚想要陪爸。哎，你唔讲啊，爸讲我受伤的代志。 无什么坏烦恼，这社会啊，是糟糕乱的。建志，报警未？建志已经伫咧公司查证啊。小曼，包裹敢是假号你的？哎，相信你恶毒，什么害你啊？有可能是阿爹啊，嘛有可能是艾伦。还得吴品德啦，实在有够恶质的。早若知影吼，伊讲就卖放伊走啦。 你再不甲等，你要大害其所以，伊都无机会阁害人啊！啊，万一警方啊，我找无证据，毋是爱阁予伊消化我，为非作歹。啊，这无法度啦，啊，这就是讲法律的吃亏的所在。歹人也是干巧，伊有虾米的法律棒，啊，你找无证据，你是条无用的。小麦，天瑞确实是一个温婉舒服的所在，你莫阁留伫遐无？歹势。 我无要答应你，小麦。好啊啦，等我甲刘工大见面了，再去讲好不好？天助这都这种经历。 对，花是一种代志。姐姐，那你看，这物件拢是哦，有心的人补充的维他命。爸，台湾报纸咧报讲，天星集团的经营敢若有危机呢？跟咱爸囝有啥关系？咱甲因王家早都已经不管了。 就算讲天津算不破产，嘛无咱的代志啊。姐姐，关心你巴肚内底囡仔较要紧啊，吼、哦。哎，莫讲这，讲这无意思啦，哎。姐姐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些维生素、维他命，记得。这罐哦，都是钙片，还记得哦，一天吃一粒，哦。好无？ 这是叶酸加维生素的B群啊，啊有，这罐哦，都是铁质，补充你的铁质哦，哦，哈哈哈，啊，妹，我讲这些物件，你绝对是分袂清楚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用纸写起，搭伫顶面，放伫这个滚水管的边啊，啊你来去啉水，你就看有啊，哦，多谢爸爸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。
加一人照顾你，我较安心啊，吼。嗯。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做？啊，姐姐。啊，一口气胃掉嘞，喘袂过来。爸，无代志啊。正常拢无这款的情形嘛，我想可能是你有心啊，造成你心脏的负担啊。我正常，我叫你去做检查，你有去哦？有啦，医生讲那较细腻的都无代志啊。嗯，我看也不是你应付啊，都是不甲医生讲的清楚。行，我载你来。要去倒位啊？带你去特地检查一遍啊。爸，我无爱啦。哪会使安尼？你若无去，我袂安心的，你知无？哦，行，行，来，啊，行啦，行啦，行。医生，我女儿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那么一下子，胸口她就闷起来了，闷的气都喘不过来，她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？她这个陈铁啊，嗯，根本就不适合怀孕了，心脏又不好，这想要母子都平安的话呢，这个几率啊是非常的小。我还心态不稳定，谁也那么不稳定。医生，刚才你说那几率小，小到什么地步？通常呢，我们不建议这个病人啊冒着生命的危险生小孩。这个心脏病是可以医治的，为了这个孕妇还有胎儿的安全，他们的健康，我建议啊，这个李小姐等心脏病医治好了之后，再来考虑这个怀孕的问题。毕竟呢，这个妈妈的身体好了，生下的小孩才会健康嘛。我不可能不要这个孩子。李小姐，这个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，而是你的身体状况允不允许你这么做。你现在怀孕才8周，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症状，这到了中后期的话，你的身体状况是负荷不了的。不会的，我的身体没那么差，心悸跟胸闷只是暂时的现象，我没那么严重。李小姐，你这个可是关系到两条人命啊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可是孩子是我的，我有权利做主。姐姐，赶紧拿铁掉了。爸，姐姐，王家根本就无计代你安尼做，我绝对不准。你冒着性命危险去生王家子孙哦！我不是为着王家，我是为着我家己。这囡仔是我的骨肉，是我未来希望。若是无伊，我根本都活不下去。怎么你是伫威胁我啊？爸，我是伫求你，这个囡仔。我是你的孙，你哪会当忍心两送伊来世间的权利？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，请你让我家己囡仔生落来好不？姐姐，连医生都无赞成你安尼做，敢讲你硬要改变？今天提条，虽然讲我也不甘。啊！不过，若是为了我的孙，牺牲我查某囝的性命，我会愈不甘愈会心疼，你知无？啊！爸，我请你莫逼我，让我给囡仔生落。医生，这孩子也是一条生命。医生以救人为天职，你怎么忍心这么轻易的就放弃一条小生命呢？姐姐，你也别为难医生，你安尼做嘛是为了你好，赶紧来提掉了，啊！
你搁骗我，让我把囡仔生下来好不？要是你不想拿掉这个孩子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你说，什么办法？只要能够把孩子留下，我什么都愿意陪你。你从现在开始就住在医院里面，让医护人员24小时监控你还有胎儿的状况。心脏病不是普通的病，这一发作起来，几分钟之内就有生命的危险。除非你到生产前一直住在我们医院里面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保障你们母子的安全。好，那我马上办住院。妈，麻烦你替我搬动。是老来做小姐吗？我是啊。麻烦你请休。是不是就王先生的？是啊。今仔日明明是我跟信天的结婚纪念日，想到卡片顶端写生日快乐。小姐，你实在足幸运的呢。哎，拄着这么好的男朋友，这位王先生跟我花店订50年的花，爱我当年伫你生日这天拢送花过来给你，哇，真浪漫的呢。多谢你啊。别客气。今仔日是你的结婚纪念日，这信天送的对不？是啊，这花足水的呢。这信天嘛实在，啊，既然要送花，就应该亲身送啊。妈，我来楼顶给信天说多谢。人拢回来。信天搁坐遐继续买花，家己出八件，真好真好。地主，我知我真对不起你，我伫无度你这安定的生活，一直到今嘛，真无管代叫弥补你的机会，结果我却得了一种尽头。什么味道高起？多谢你的花，你真看得起嘛？50年以后，我拢唔知道我是不是还阁活嘞。除了花以外，你敢还阁别项礼物要送我？哎，地主啊，妈咪啊！我拄仔有听到，你讲你欠我一个公道，后生这么害我，你到底有啥物话要讲？你著直接讲啊！你莫等剩我一个人的时阵，叫我看电视咧流目屎。你有话要讲，我嘛有话要讲。地主。我无想要听家己讲话，我无想要听你。你都，妈呀，妈呀，你啦，信天，我真正唔知你头壳内底想啥。你若做你安做是对我好，是爱我唔？你若是无伫我身躯边，这物件对我来讲有啥物意义？我是感觉一悲哀。你竟然敢要留我一个人伫个这个世界？我准备这样有诶无诶？
你也做你爱做，真体贴，真爱我。你若真是爱我，你就勇敢活落去，别做一挂有诶无诶。无你伫个身躯边，这所有一切拢是了然。我希望我带你过生日的时阵，是你陪在我的身躯边，不是花。信天，我拜托你，你紧去开刀，把老娘摕出来好。我不是有讲过的，有一个代志我要准备好势，等我拢安排好，我就能就去开刀。你搁拖落去，你的脑瘤会愈来愈大了，死到开刀会愈来愈危险。至少嘛要等天祖甲三妮结婚以后，还佫有公司啊。天祖虽然表现了袂歹，也毋过你当事的内面，我至少嘛要带伊开一两摆，我才会放心。你安尼个永远免开刀啊！你这是咧逃避还找借口？心疼，我一个拢会半边。不过只有勇敢面对的人才有机会。像你这嘛，你着结婚纪念，你到生日你都分袂清楚，你叫我是要安怎？目睭金金，看你愈拖愈严重，愈拖愈无记忆性。我不是要逃避。我只希望拜的手术失败，只无我也用的甲伤害更加上低。手术一定会成功。玉珠，看我这点仔时间了无？我今日实在太醉，在余华的时间内面。我总是希望会当做我对了算我罪。你放心，等我把一切拢准备好势，我一定马上开刀。我为着你好好活了。兄弟过好，过有着你的期待。你也免责备你家己，这我袂去怪你。阿超伫这社会上安尼吃毒遐尼啊久，伊都无法度通啊保护伊家己啊。凭你这遐尼单纯的查某囡仔，是袂安怎来对付这社会事？即摆你无伫个，泰山佫另外啊，阿爹佮何佩奇随时拢袭击我。刚好超哥是全力挺我的，阿心嘛，连超哥拢走啊，我真正唔知影要怎继续还天雷啊。小曼，你绝对要坚持落去。假使讲你即阵也做袂落去，天雷公司啊，今晚绝对去阿爹甲何佩奇提去。若讲真是要提去，死到天雷变什么款，应该免我讲，你也比我更加清楚。所以无论安怎，你绝对要挺过这难关。老雷，坐啦。警警哦，警方给我的资料，伊讲超哥是甲一条发生纠纷，才会拍起来。啊，不过我咧想哦，超哥的死无遐尼啊单纯，到底是谁要阿超哥死啊？不管是谁。阿超的死绝对会引起真大的风波，所以第一，你要交代下去，
只要那是咱天瑞公司的人，大家爱想办法来保护家己。第二，何佩琪这查某，即卖就好参像小狗同款，看到人就想要咬。伊啊，本来野心就真大，所以绝对袂放过这机会来对付你。这我想到啊，老李，你放心啦，我知影要安怎对付伊。你是一个真巧的查某囡仔，严古，你的心肝伤过善良，又搁无心机。若讲要来甲这手段弄到何佩琪比起来，你绝对不是伊的对手。但我即卖人也伫遮，也无法度讲我找人来保护你。我才真后悔讲当初我不应该将这重担来交予你。要安怎讲啊？你也不是阮苦阿来的人。老雷，你莫安尼讲啊！我当看到天瑞哦慢慢来转型，我嘛感觉真骄傲，真有成就感呢。小麦，我看你即逝回去，规日甲天瑞公司解散，你规心去顾你的咖啡馆较单纯。老雷，天瑞是你的心片呢。你敢真正要看乌有去？爱してる，你是我心所爱。